件事没想明白，你说这孟卡怎么得到小学呀？老总跟孟卡说，但他根本就不知道咱们这次要见孟卡。有没有可能啊？是小磊在给出了问题啊？不会，吴振峰不是有个朋友在京都大队吗？是不是他那朋友告诉吴振峰的？所以孟卡把货给换了。嗯，沈宇是吧？哼，你说这陈宇到底是什么人来？他是吴振峰的发小，还是缉毒大队的人啊？管他呢，惹得咱们弄他就是了。大黄胶囊在香港还挺受欢迎的。阿坤，我想把剩下的一块吃了。怎么吃过呀，哥哥？哎，我知道你怕什么，没事，老外那儿我来说。蛮子，先坐下来，找人试试。看着还挺像，行吗，东哥？要不得试呢。